给你过，等待我的小妹，不要让她的宝贝都不要。你那是不输掉，那不输小妹，我不管那是感觉就是到下种心情，不必大声讲三万年，讲三万万年呀。只是据说，你可看完所在，看失掉小溪水，经过溪水就是分偏门啊。一般就是中午移动内是出入住所，安怎久后乔爽打扮，无事出惊，海跳一步，是伊通接上国事。莫非母后一心担忧，岳空虚错定机，国事唔办，祈求神奇变妙，大清帝业稳固万年。母后处处为我设想，我为人真事会当为母后做什么呢？涉水过溪流脚白，母后沾脚又受下底细，不如我就自上桥来做，方便母后免了过。心家有你，你各方观看一切，不如我就出去哦，把茶几做桥和母后过客，唔免留卡背换经的。
有好笑啊！哦哦哦哦！妙不才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可惜苏破桥，不幸兄弟是你，托天祝福到宝贝，待清江山万万年。